还连棒子的功夫也会。吵吵啥？你不知道这是一个神奇的学校。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我，你们有没有想我？今天我要表扬你们，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来上课了。啊，报告，好像有一个同学没在。小天同学呢？我说小天同学呢？田小天昨天晚上喝醉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你昨天晚上都做什么了？你做什么？哎呀呀呀，淡定，学会淡定。波波，啊，下课以后给小天同学补课。程小雨出去。挺有眼力见的嘛，这就是我受欢迎的原因。你知不知道我很想你？我想和你谈恋爱。我有男朋友了。那你介不介意再多一个男朋友？油腔滑调，人间祸害。哎，手脚利落，四肢全脱。啊！来，同学帮忙。轻点，轻点。下一组。饶了我呀！你真咬啊！我要上吊！佛佛！成功了！小天，老师没这么干，能讲？小天，我学生动作非常好，我一定教会你。今天晚上通宵排练，通宵，他们那样会不会太累啊？啊，又偷笑啊！我昨天在夜店跳了一夜，我腰都要断了。不通宵，你说怎么办？现在咱们几个连队形都还没走完。其实排什么都行，不过这次我要站你的位置。我的位置你站得了吗？没试过，你怎么知道我站不了呢？别以为世界没了你就不转了，没有你，我们一样照跳。你们几个也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退出。虽然我不知道是谁，
但我希望你热爱摄影的同时，不要在我背后乱拍照。